你们会做多吗？那你先说吧。他妈的，他妈的，你们会的，那你做多吗？我准备的啥？准备的别的啥子东西？我今天都刚办事儿，我是个农民，他妈的，你们那么他妈不给你发了，你在做什么？先说。以前大学之类，这些人都来做些。以前我们妈妈现在做啥子不啥，他经常他老了，他经常闭着眼睛，他和我们妈妈在那说话。我觉得这些困难他去，他们想多的很艰难的啦。是那一个爷爷家，他帮你准备，啊，我把那个就在给妈妈爷爷了。¿Qué tenemos aquí?